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国空间站。同学们，你们好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星际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的观察到的画面。再生水喝起来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区别啊。传递给叶老师。懂你了吗？花朵在慢慢的开。同学们看到了吗？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，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。但是在失重环境下，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，并没有离开水球。随着气泡的不断增多，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。好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航天员老师们，